从彩虹老人中心来的林啊老李，和我们的谢宝谢伯伯林小月，他们俩要器乐合奏一首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，非常的优美，好，请欣赏。换两个，四个人上场。哦，四个人，好，四个人。我们是一个。要不要凳子？要两个。两个，这边抽。去年参加过咱们那个阳光的一次那个聚会，后来因为工作忙中断了。下次欢迎。今天呢，我是那个临时到老谢家去吃年夜饭，所以这个老谢说晚上这个咱们有个活动，我也不知道咱们阳光就是咱们这个团契是吧？后来他说有大会，哦，我说那我一定要来，但是没有准备，那个我的琴都没有带，这个琴还是这个老谢的。所以我不太熟悉这个，也实在是没有准备。原来说老谢说去看节目，后来来了说来了就演一下吧，所以临时把谢老师的琴就拿来了，不是很熟悉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请大家原谅啊。好，谢谢。太谦虚啊，专业。哎呀，刚才小朋友，样底儿啊，那叫狠底儿，他。今天我们来个中国的碟儿啊，叫八五，实际上呢不是碟儿，叫八五，是一种少数民族，就云南地区啊少数民族的一个乐器。是小啊，我们俩中西结合，身份就是西就是中。我还以为你是那擀面杖呢。擀可以呀、啊。不太熟这个琴，不太熟悉啊。Thank you.
他们还有一个节目给我们，Linda 是我们彩虹老人中心的活动组的头，很多老人在他的带动之下，由忧郁变得不忧郁，非常的高兴啊，越活越年轻。所以呢 ，Linda 是一个非常有才华、多才多艺的啊老人中心的头啊，这样说。那么现在他还要给我们献上一个表演，跟谢伯伯合作的兄妹开花。